掀开阿难问是佛吉凶经科会第八页经文第一行第二句看起，不为道尽，待皆不厌，心中信心。看这个三句，为佛弟子决定不能够违背佛陀的教诲。如果我们不相信佛的教诲，不肯依照佛陀教诲去做，我们又何必去求受三归呢？何必去做佛弟子呢？这个是世间很浅显的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道是佛所讲的道理，佛所讲的道理并不是他发明的，不是他创造的什么学术。这个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天然之道啊！佛经上常讲的法而如是，这自自然然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佛才在般若经上讲呢，他49年没有说一句法啊。谁要是说佛说法，这叫谤佛，佛没有说过啊，没有说，说了49年，那说的是什么呢？没有说就是49年所讲的，没有一句，没有一个字是自己的意思，所以叫没有说啊。说49年是宇宙人生真相，本来就是这个道理啊。佛说是这个道理，不说还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永恒不变。佛说出是这个方法，是这样的一个秩序，佛不说还是这个秩序。所以诸佛菩萨是出世间的大圣大贤，他们没有创意，没有创造，没有发明。他们只是在修行的功夫入甚深禅定之后发现了啊，原来是这样的。所以他不是创意，那么由此可知佛所说的这些道理真心本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们
随顺自信，随顺真心，我们就过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一样的生活。得大自在呀、得真安乐。这个自在安乐是永恒的，是超时间的，超空间的，超顺境，超逆境，完全不受外缘干扰啊，这才叫真正得大自在，真正得大安乐。这是人生真正的目的呀、自自然然能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相亲相爱啊。互助互作，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才明了原来是一体呀、就像我们这一个身体一样，身体许许多多细胞组成我们跟一切众生只不过是像我们细胞跟那个细胞位置不相同而已，它确实是一体。所以经典上一再的为我们提示，虚空法界过土众生的原本一体这些现象怎么产生的呢？佛在经上讲得很透彻，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我们用真心与一切众生呢都沟通了自然就通了。为什么呢？真心相通，是一个心我们用妄心呢给别人就不能沟通了。为什么呢？妄心是妄念的妄想分别执着是各个人不相同这当中有隔碍，它就不通了。于是我们就领悟到了修行人何以有神通这是怎么回事情我们现在一般人就讲特异功能他有能力看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他有能力听我们听不到的声音。实在讲原因很简单，他没有障碍，他用真心，真心没有障碍，我们用妄心，妄心有障碍用真心的人，我们讲他有天眼，有天耳，有他心通有神足通，有虚命通他都通了，障碍没有了所以我们要记住，真心没有障碍，妄心有障碍。为什么不用真心？为什么要用妄心？这个道理佛在一切经论49年常常说，真的是所谓是横说竖说成说差说，说这么多遍目的何在呢？希望我们醒悟过来，说的变数少了我们记不住我们烦恼习气深重非常健忘把它当作耳边风没有在意变数说多了，
说的太多了，哦，这个印象深了，是常识熏修，哎，自自然然，不要丝毫勉强，起心动念呢，哎，就想到佛这个说法。啊，在这种熏陶之中，久而久之，不知不觉，我们就入佛境界了。你就不会违背佛所讲的道理。啊，禁呢，禁是禁止，不能做的。啊，道啊，是随顺法性，随顺真心。禁呢，他所禁的那些事都是违背真心，违背自信，啊，违背信德。啊，哪些是违背信德呢？杀盗淫妄，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个自信里头没有啊，真心里头没有啊。啊，妄想、分别、执着、真心、自信的也没有，所以这些东西，佛教我们禁止。啊，教导我们随顺法性，随顺真心。啊，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套一句佛法的术语，法尔如是啊！啊，还需要讲理由吗？啊，你能够把违背自信的全部禁止，随顺自信的，天天学习。你就自自然然断恶为善，转迷为悟了，转凡为圣了，啊，自自然然，毫不费力了。这一生到世间来，确实没有空过。啊，意义价值，无比的广大了。可是这桩事情，关键总在乎缘。啊，缘是什么呢？就是前面第一句讲的，从名思守戒，专心不犯，精进奉信，这是缘呐。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时候所讲的师承。你要遇到一个好老师啊。自己对好老师一定要专心啊，这是做学生的态度。如果自己具备专心，当然就不会犯啊。精进善知识，把你看作宝啊。他会全心全力的帮助你啊。虽然遇到善知识，对善知识半信半疑，
阳奉阴违，善知识知不知道呢？知道。他要不知道的话，他就不是善知识了。学生群众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善知识眼光啊，就像一盏明灯一样啊，照得清清楚楚啊。人家不说就是了。那为什么不说呢？说了没用处，说了你也不相信，你也不肯做，不说。啊，到什么时候说呢？什么时候你回头了，你相信？啊，你真正能做到专精不犯，啊，专心不犯，精进不懈，这个时候一定跟你说。成就你啊。啊，疑惑，你看看佛在无量寿经上讲的疑。为菩萨最严重的障碍，啊，菩萨的业障消尽了，见思烦恼没有了，但是对于佛菩萨所说的，啊，未免还有疑惑。啊，所以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原因在此地。啊，如果完全没有疑惑，就像华严法华上所讲的，成佛是一生的事业，哪里需要等到来世呢？啊，善财童子给我们做了榜样，龙女给我们做了榜样，都是一生圆满成就啊！啊，那么我要问了，我这一生能不能圆满成就呢？那就看在你自己这两句话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做到，专心不犯，精进不懈。如果这八个字你要是做到了，恭喜你，你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这八个字做到的人实在不多啊。啊，我们纵然是很努力的在做，也只做到几分之几。啊，但是你能做到一分，你就有一分受用。你做到两分，你就有两分受用。决定是成正比例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生活的心态有没有遵守道经？啊，佛教给我们发菩提心是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存心？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有没有存这个心？有没有这个愿望帮助世间一切众生？没有条件的。啊，绝不希求报偿的。啊，这是属于道啊。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我们是不是念兹在兹啊？
这是道啊。那戒呢？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总共27个字。这27个字是禁，我们有没有把它禁止住？这27个字是烦恼啊，恶业，我们有没有把恶业给禁止住？早晚课自己多想想啊，然后才晓得我们是真学佛还是假学佛。啊，真学佛决定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真学佛真为众生，建立佛法决定不求人。啊，为什么呢？佛菩萨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啊，何必求人帮助？啊，但是我们建立一个事业，不能不把这个事业的讯息传达给一切众生。为什么？他们有善根、有福德的人，他会到这个地方来种福。啊，这个种福的机缘，我们不能够啊把它折断，所以讯息要告诉人，但是绝不劝人啊捐助一分钱，这个不可以的。啊，这个我们要劝人捐钱，我们就错了。我们用心错了。啊，我们在压迫别人，在勉强别人。要记住，佛在经论上常常教导我们，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呐。啊，他自动自发来陪福，这是生欢喜心呐。有丝毫勉强在里面，人家生的是烦恼心，不是欢喜心。我们所作所为是不是真正的福田，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不是真实福田，别人以财物帮助我们，那就是古大德所说的了，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啊，你今天接受别人的布施供养，来生要还债呀。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啊，不能没有警惕。啊，那么这一句里头，重在不为，啊，决定不为。总而言之，就是不违背佛陀的教诲。啊，我们今天发心呢，都是修学净宗。
净宗最重要的经典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上讲的道理，我们要明白。不能违背，起心动念呢，思想见解不可以违背。无量寿经许许多多的教训，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不可以违背。佛教给我们做的，认真努力去做；佛说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禁止。这叫不违道经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这一句。